好，欢迎来到第二轮的比赛，这一场将是由毛哥来对上 Nemo， 两个人看起来有点像大将，但是突然跑到了中间的位置啊！本来想给对手一个意外的惊喜，那接下来两个人都蛮惊喜的，对吧？好了啊，那这一场的话会是一个赛斯对尤利安的对局。这一场我觉得对毛哥来说挺重要的，因为他赢的话呢，至少不用吃0-4，对吧？因为接下来很有可能是直接输的，所以他是整个毛毛奇队的最后的门面，也就是他自己啊。守住这一灯，哎，不是守住这一分啊，一灯还不够，对吧？一灯大师这有点丢脸了啊。那开一下吧，下中两命中，然后现在有一个压起身的机会，对手一个膝盖直接出来了。那内莫这里是稍微可以喘一波，连续的发波头锤直接拉近距离，这里又下中拳打到康，那看起来开局的局面不是很好，接下来就只剩一发镜子的机会了。这一发镜子能不能救他，就看毛哥下一波压制了，起身给不给。毛哥这里选择头，有点担心对手起身丢镜子，对不对啊？还是怕的，来吧，这里看一下毛哥怎么来突破对手的一个防守。这边镜子直接来了 ，VT 过去没有修正的一波伤害打满落下来，还要修正，直接凹一个啊，不错啊，抢救住了，抢救住了，否则很有可能会当场暴毙啊，那种镜子对空蛮吓人的。接下来轮到毛哥了，毛哥这边TC 打完以后开 V 再来一个空间，去想骗一下对手的一个拆头，对手也很稳，没有按。但现在这边是连续交光所有的资源，本来以为 Nemo 这边要留资源去打一个 CA 的，最后一发下中拳，结果是交光了资源还是死了，我觉得在这里有点冲动了啊，不要冲动。好，那现在就到了第二灯，这下 Nemo 要饱尝自己刚才用光所有资源的苦果了。不过他现在打得很凶，不过打再凶还是得吃插盒，毛氏的插盒，然后再前前一发头一波，好了，完了，这里打到一个扛以后呢，是要卡一个晕点，最后一击跳压，对手交不压，毛哥也是很清楚这一点，对手要交了，哎呀，但其实他知道对手交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投呢？投掉也挺爽的呀。好了，那现在内莫血量不多的情况下还给不出 VT， 没有镜子啊，他的镜子因为刚才交过了 VR 会来的晚一些啊，比2002年的那一场雪还要晚。来，这里被跳入了，没了没了，这个血量肯定死。 EX 接完以后一波带走，毛哥早就帮你安排好了后事。好，那现在毛哥的话是守住了自己半个门面啊，还有半个门面等着他去捍卫，就看内莫给不给他这个机会。好，那现在到第二局了，上来开场就是一个跳入，这么直白的吗？哎呀，毛哥这里也是不当人啊，上来也不想跟你多啰嗦多逼逼什么，直接跳啊，预判你会发波，对吧？你 Nemo 一直都是一个很敢发的人啊，那你敢发我敢跳还发，我觉得毛哥又要找机会来了。这里中了点完，毛哥 TC 还一下空波，这个空波，哎呀，这个中拳没打中，落地以后毛哥也是眼疾手快，第一时间下中拳起手来了，这里要反打一波了，神龙上去 VT 落下来，还有最后一个晕点，哎呀又被点到了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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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修正再小也死了，就这么点血量，你毛哥随便怎么打都死了。哎呀不错，这样毛哥终于是已经来到赛点了，应该不会出太多的意外啊，因为这个对局确实就是一个赛斯有利对局，我们之前也看了这么多，对吧？ SFL 最多的两个角色啊，一个尤利安一个赛斯，对吧？好了，这一波一拳进去以后，看一下毛哥这里又到了一个板边位可以开打了。EX 下来以后选择投一个下段，投不中啊！这东西落下来以后，无非投和下段二折，这有时候还真的很难折中。一个延迟拆头全给你解决了，除非你打拆。现在又在该死的这个板边位了，你毛哥又胜利在望，一个升龙对空，还要怎么办？在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你这个太尴尬了。这空间失误很标准，毛哥伏地魔出去出不去，你们反应好快，第一时间把你摁回去，也等了这么久的机会，还不要让我爽一爽。这边 VT 换一下位，还想往前突。现在毛哥这里最后一波，只要一下就够了，只要摸到一下，神龙 VT 啊，直接结束。毛哥露出了正经脸，嘿嘿，一本正经的脸。零封 Nemo 有点东西啊，当然角色上面确实有占一点优势，是一个不错的摆位。Nemo 这边应该是想着要去对一下藤村的，结果没想到毛哥这边出了一手奇招，直接自己放下来跟你对一手线。好了呀，这个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呀，接下来看藤村了呀。这个 SFL 包含了我整个赛季的一个非常关注的点，就是你藤村什么时候可以再赢一次啊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将在下一期视频一起见证一下藤村到底能不能赢。
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，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，那你只能是喜欢我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。